要搜寻专辑的专辑影片哦，你看，把关键字词加上前面加上井字号，推到 YouTube 频道的社群。YouTube 频道的社群，现在就是这个位置。然后发布以后，你看有超连接功能，点按一下，哦，你看，跟这个生产专题有关的。这是要知道母亲的伟大，母亲的伟大。所以那个不孝的妈妈说要收那个十个月的房租啊，因为十个月怀胎啊，最好人间不要这种不孝的那种悲剧呀。你看十个月怀胎多辛苦，生产的时候有人待产30个小时，多痛苦啊！